那个十万月入十万的技巧，什么月入十万技巧？哦、没有啊，就刚刚那个哈基有看到的影片啊。对，就是有人分享一个那个熊猫啊，不是熊猫啦，哎，对，什么富平达是熊猫，是熊猫。对，就是那种骑机车的呢啊，在前面一个十字路口之前呢，就先赶快骑到左边的加油站进去，然后再骑到那个十字路的横的那一条，然后再直往左转就可以无限畅通，避开红绿灯。两段式直走，开台了，开台了，开台了，开台啊！哦，看到，好强哦！嗯，违规的，这就是高雄市左转呢、欸。没有，他没有左转的吧？哦，他没左转，他是直接直走，他是直走，他直走，他直接插进去，他是左切直走，对。你想想，它是一个大蛇形就好了。它超狠的。高雄市左转是沿斑马线那个吗？对对对对对。斑马线左转，然后直走。两段式直走，听起来就很强。今天有酷酷的副本了吗？啊！等等好了，这叫形式上集合解散。哇，有人迟到。对啊，我们是有人迟到。谁迟到？哦，西莫特特。西莫特特还没说话啊？没有啊，他在啊，他在啊。哦，我只是没讲话，因为我今天比较赶一点。嗯，好的，我该的。今天往常七点半起来的时候，想啊看一下。居然有人拦截厕所了！拦截厕所了，被抢先了。因为没有吃晚餐，跑去睡觉，然后醒来之后，去洗个澡好了。哎，被拦截。所以我今天的时间就比较晚。哦，拦截厕所。不然就一起。哦，我不要，我是拒绝的。我说一起吃晚餐，我是御姐的，你吃你根本没吃，他不要，根本没叫，你们一起吃晚餐哦，拒绝我，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今天没叫，对，我中午叫了一个那个几盎司啊，三十几还是四十几盎司，三十盎司，鲑鱼吗？是啊，牛排啊，可是你会不会觉得那种东西其实要现场吃比较爽？有，我有感觉，我吃一次就吃不完，还放冰箱，对吧、啊？那种东西感觉现场吃比较热，比较爽，比较热啊。对啊，就是铁板在那边煎啊。在东京会吃的比较热吧？哎，好弱，好弱，好弱，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Super 哈哈豆的小龙，东北的天，八月正午的阳光，东北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你看你只看我，看你会不会唱完？你明天把这首唱完没关系。我这样就有精华可以剪了。还在咯，还在，还在，对啊，阿基不是欠债了？为什么啊？没有，没有吧？没有欠债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欠债，没有，他没有。哦啊，没有借钱啊？不是发的衣服吗？我怎么记得好像有跟我借钱？这是我跟杰克借一组啦。嗯，我要去还债啊。哦、对，你们是债主变债权人，然后又债权变债主。对对对，他们转向转，对转回转。Uno Uno Uno， 不要再 Uno 了，昏倒。对 Uno 超讨厌看到有人回转哎、欸。那你不能玩我们昨天的 Uno 超大声的。我昨天在隔壁在玩那个 iPad 还是什么？GTA 的声音。
很嗨耶、欸，那个 Uno。不是啊，真的很恐怖哎、欸，真的很可怕。你是玩什么规则？是可以连续叠加吗？有，他制定的特别的牌，应该说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叠加上去的，然后另外一种是那个就是牌有两面，对，然后两面是都有不一样的牌面，不一样的功能这样子。哦，酷哦。然后还有一张牌就是没有，现实有，但是要另外去买，要另外买，对对对，好酷哦。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你只要出了一张翻转牌之后呢，全部牌都要跟着翻转。所以意思是说呢，你如果出翻转牌之前，你有看清楚对手的背面是什么牌的话，你翻过来你就知道他有什么牌。哦，对，就蛮酷的，对啊，你就可以去记人的牌这样。酷。然后他那里面的规则还有一个规则是说，就是你要抽到他指定的颜色为止，然后昨天有人就抽到了快40张。天哪，好衰哦！他原本是从5张还是4张开始抽哦？对啊，抽到39张，好爽哦！而且他可以玩组队模式，超嗨的。他组队哦？对啊，对啊，你可以两组队，你跟你正对面的组队这样。我是觉得我们那个什么星期六感觉可以来玩。对啊，4个人真的蛮有趣的。他还有别的模式可以玩。那个时候，只是桌游，就没有，对对对，就没有，它就是 Uno， 它就是线上的 Uno， 专门 Uno 的游戏而已。对对，可是它就只能4个人，很可惜。对，很可惜，不能再多人一点。对啊，桌游，Uno， 你们最多人几个人玩过？我有玩过8人的 Uno。我们巧克团那时候不是，我们之前是差不多10，对，巧克团那时候11还12人，超久的。大学的时候玩，我们玩一开始。一开始就结束之后，剩下两个人拼到两个人拼很久啊，半快半小时。就小雨啊，玩不玩的，一直抽，对啊，就下不完哦，哪有办法哦？对啊，我们大学最多是17个人玩，好混乱，好多，就很混乱的。然后我们那时候玩那个，就啊，反正那个指定就大家就全部针对一个人，超过分的。好坏他是寿星吗？我忘记了，好像是他带牌的吧。啊，那个啊，哈记，你那个头为什么掉下来是小老鼠 S？ 啊？哦，有，他直接是小老鼠 S， 然后击杀基因怪证明。那个 bug， 因为。我改了那个 boss 系统啦，就是血量原本是正常，他血量死掉就是归你就死掉吧。我现在设定说后面有个积分板，你打伤害多少之后才会死掉，然后什么？不是我，你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刚好靠近他一直在自己扣血，然后我回他一下就死了。好，哦，对啊，他是旧的。没有，那新的啊，我看他上面血条是满血，是满血的血条呢。欸、我想说上次我刚刚就想说什么，我想说我的剑没有那么强吧？对啊，我刚想说怎么团团变这么强了？他哪搞出来的？他一刀把他弄死、欸，好狠哦、喔！什么？好狠哦、喔！太狠了！偷练呢？没有，你们才偷练。等一下，要不要看？等一下再看一下，等一下再看一下。啊，那我要去冲一下东啊！那我这个是不是可以还杰克啦？杰克你在哪？我在要去安德塔。不，哦，我刚回来。你卖叮当，我不见了。哦。然后你一传过来，我又跑去中介。你这是在玩人吗？一组嘛，是63个吗？好像是60个吧，我记得是60个而已。哦、给你，阿旺在家。哎，嗯，哦，这个也会变。好，我在看，我今天要把我的自动甘蔗跟自动的仙人掌全部盖出来。好、哦，把所有的动物模组化。你就是我们生那个村庄里面生产所有物资的人，然后我们其他人就是都在挖自己的钻石。
哇，我们好自私哦！我们大家都是自私的矮人呢、欸。我是好矮人。哦，有啦，杰克跟繁星有，他是好矮人，因为他没有盖那个安德奇电塔。我好像也很久没玩那个矮人矿坑了、啊，都没有玩吗？上次桌游模拟器有玩、啊，上次桌游有一次有就有一次那个是好像人不多的时候有玩過，人不多，好像六个吧，六个人而已。对，那一次忘记是为什么。我印象很深，那一次只有我一个人一队。对，没错。然后你还以为你找到队友了，是不是没有？对对对对对，我快气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是蓝队的小矮人还是什么的？是好矮人吗？队友一个是自私鬼，一个是对面的间谍，都不是自己的队友，只有我自己。你还 cover 他？对，重点是你还 cover 他，你还自己以为哎、欸欸、好吗？几好吗？没有没有，我前面拿到那个查阵营的牌，我就说不行，我不能查我的队友，我怕他们太没有游戏体验。殊不知没有游戏体验的是我自己，是你啊？不是啊，这种桌游就是你不弄别人，别人就会弄你，不是啊？另外两个都新手，他们没玩过，我想说一查出来，如果他们是敌对阵营，那很可怜哎、欸，就、哦、可怜的是我，那没办法，是我。完全没办法，好可怜哦！可以找时间来玩、啊，可以啊。很久没玩了，可以再玩一下。那时候是我去查那个嘛，游戏资料的，是吗？忘了，还你说，我觉得就是实体有，我没有玩过啊。对啊，我记得是你、哦、实体是你买的 啊，实体是你买的。哇，好像是我，因为我有印象，那时候我去查资料，就是。把那个载一下那个模组什么的，嗯，好，现在来玩，礼拜三也可以，可以啊，行啊，那你主就要记得按哦，对，不要跟小雨一样哦，不然你要跟上次一样啊，我那天真的快笑死了、啊、你揪好了，然后我们玩就好了，谢谢主揪。我揪好像八个人，然后看一下，然后喵就说啊，你没有按表情，我说我没有按表情，我帮你们揪好一团啊，我帮你们揪好一团的啦。那个时候我原本想说，就是那个时候你刚开始揪的时候，我原本想说要提醒你说记得按表情，我想想不对，你是小雨，应该会自己记得按，我就没讲。因为他就忘了，是小雨，是小雨，他忘了，你不会忘，小雨不会忘。其实小雨忘了。小雨会忘记、哦嗯小雨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还有半夜跟喵哈两个一边滴滴，然后一边找有什么可以超过八个人玩的游戏，赶快玩一下。最后就变成超久没有玩的，赶快把它分出来。最后就变成 Witch 了。对啊，后来就去 Witch 了，超好笑。我还没有剪呢、欸，我还在想要剪哪边，南沙吗？你看位置好像改很多，改很多啊，嗯，一直都有在更新，而且我们阿旺有看到我撕的哈，嗯，你是什么？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知道，哦，你知道，好好好，我还在头痛。你给我玩三个小时，我到底该怎么办？哎、欸，你要问小雨、喵哈跟哲放小雨。然后、哦、没有啦，我先解释一下，团团就是昨天还是今天，突然说，这个可以礼拜五出精华吗？那个 Uno 的，然后我点开，然后我看到三个小时的实况机，我说啊，我你跟我开玩笑，我说三个小时啊。重点是你看了之后应该更头痛啊，因为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剪，因为每一个都很白痴哦，每一段都有突然一个超好笑的这样。我先把那个音轨拉超开，看哪边最大声。应该很难，哪边最满，哪边最满。对。哦。要想是四个一直超吵无间断的一直在讲话。没错。没有没有，然后难剪呢。然后这个时候就要想说，而且你想有折皮。我到时候就那个好了，就是拿个，我就蒙眼睛蒙起来，然后剪这边跟这边，然后随便，反正都是精华，对，笑死。不然去看那个熊猫团团的那个直播数据图好了，看一下那个高峰点在哪里呢？错哎，拿起来对照一下，太神了，高峰点前面，因为。
通常都是那个爆破的时候，就是比较多人的时候是已经笑完了。对对对，数据会那个是不是？对 对, 對，很有感哦，现在很有感哦，超好笑。哎呦喂，有没有人要睡觉啊？哎呦，跟你睡、啊，哎呦，自己睡，自己睡。啊！哇，他唾弃你，嗯，没有，我就说我唾弃在场的大家，哦，完蛋了，标题，那我们知道给你没有游戏体验的，我们就每个 TP 过去打一下了。哎、欸，为什么？没有，我就直接觉得打一打会出人命哎、欸，就直接放岩浆桶在你家。哦，你哎、欸、不行哎、欸，你这个哎不对哎、欸，它是岩浆桶，不是岩浆出来，是岩浆桶。桶而已啦，没事。还好哎、欸，对啊，装、好的。而且你怎么烧，就是烧我那一桩，我的外观还是好好的。我这次不是用木头，哎，没有，不是放岩浆桶，所以就是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身上就会塞满岩浆桶，不能、哦、不要啦，不能叠起来，对，不能叠起来，丢满你身上吧，很麻烦呢、欸。然后看到你就一直丢一堆石头在你身上，很麻烦呐、啊，别咯，他还丢各种不一样的石头。哦不，超困扰，让你很困扰爆炸。然后每个秘密是石头一、石头二、石头三、石头四。哦不要，超困扰的，超困扰的。好吧，我们就拿中介特产给你，对啊，拿一堆中介珍珠给你。哦，那我真的是会昏倒呢，我是瞬间要出场呢，超困扰的。你要多少？你要多少？你要出多少？杰克一下打八组给你。我打一下半组哦。我的天，当时的我觉得害怕极了。好，欧米亚给麦块一百种困扰的方式。麦块真的好多事情让人家困扰。我也觉得真的，比如说他有一些没办法堆叠的东西，然后突然爆一堆，这个就真的是觉得很烦。对啊，比如说岩浆桶，对，岩浆桶嘛，然后水桶嘛。还有什么船、啊、想一下牛奶船啊船也是啊木铲功法我想起来了好久了好久了好久的功法好久了、天哪、想当初我木铲用那个功法我一发现可以这样玩我这样用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超困扰被用在你身上之后、就很不爽可是应该有人不知道这东西吧对啊，不知道哎、欸，歼灭一可能问叔叔阿姨就知道了。他们可能玩过。要不来跟你说个这个很长的故事。他们可能玩过。很长的故事。真的，歼灭一的时候，爸爸出道了吗 ？I mean， 爸爸呀，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做什么？做就是开始做直播了。对啊，什么时候离开接线的那个的？三年前的话，那见面一好像、那还没吧？对，那个时候还没有。对，刚开始的时候，爸爸还没有。我跟你讲，我见面的时候，我还在对面哦，还在对面骑脚踏车哦，没有，我还在对面当对手。他是去那个啦，就是哎，你要开始吗？抢！杰克是后期，哦、对，杰克是后期，杰克是后期才进来的，对对对。哦，那时候有去抢巧克力那边的，超好笑，好久了，超久了你可以写书了哎，对吧？写书，想当年如何从观众变成在里面直播的人，哇，见证是熊猫团团队，啊，这是关键。也等等是怪怪的，然后认识一个很像熊猫团团的人，然后跟他们出去玩的时候骑脚踏车出去，我是骑脚踏车，因为我刚做实况的时候我才十五岁，白痴啊！刚做实况十五岁，他现在已经毕业了，是怎样？哇，只能骑脚踏车，好久了、哦，真的好久，天哪、啊，岁月不饶。那刚认识阿旺的时候，阿旺是在干嘛？是？也在骑脚踏车，刚毕业吗？我记得没有，我记得那时候他有什么替代役哦，不是的，还没吗？还没替代役。刚认识的时候我才大三吧？哦、大三，对啊，
我想一下、哦。对啊，那那个时候我是多久？多久？哎呀，这个都好久以前的事情。对，对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哦，那天那天就是跟家里同学聚餐完，后面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还传那个我们以前的动态回顾，然后说：“哇，我们做专题已经是九年前了。”哇。九年前，好久，好久、哦，真的好久，岁月不饶人，真的好久、哦。对啊，这边最早认识哈基的时候，我还没十八岁。对，哎，但是还没十八岁，但是我还是高中生耶！我的天哪，好久哎，哇，太狠呐！我跟你认识几年呐、啊？应该有十年，我今年已经有吗？不要讲，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你是十八岁加几这样？对，你是第几个十八岁了？第几个十八岁？没有，要转世，好不好？转世第几岁？你可能在八岁认识他啦，对不对？在十八岁，十八岁加八吧，加七就忘记了。已经到，就是以前还会庆祝生日，到现在是。突然到生日那一天，他说：“哦，对，今天我生日，那种祝福，已经没有什么在庆祝了。”我记得好像之前有聊过类似的话题，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回答是回答说：“啊、我是回答说，哈，我还是很期待生日，因为可以吃东西，吃蛋糕。”话题回力标，对，这是回力标，哎，全部就都回来了。可是现在人家问我几岁，我真的会突然忘记耶，就是已经有在讲这件事情。要想一下，对对对对，现在也是。你讲岁数好像没有到那么重要了。不过你知道，啊、你知道这个就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点，就是、嗯、你知道，就是不太会开始不太会记生日之后啊，然后就变成是自己的生日就算了，嗯、有时候家人生日你也会不记得。哦，还好耶，我家人生日都蛮好记的，因为全部都是四月生日。我都没记啊！你要记才有蛋糕吃哎、欸。没有，我都是回家看到哎、欸，为什么蛋糕？哦，今天谁谁谁生日啊？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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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糕。对啊，是哦耶有蛋糕，不是哦耶生日吗？哦耶， 你祝你生日快乐，没有是哦，今天有蛋糕哦，你生日哦耶蛋糕好吃哎，好棒哦！我不要，好，好过分、哦。然后看到两个蛋糕，就是哦，原来是妹妹生日，你吃两个哦，原来如此哦，原来两个蛋糕，哦，今天是妹妹生日，然后如果是那种芋头的，就是哦，今天应该是妈妈或爸爸生日，妈妈妈妈，全家都。喜欢吃芋头，完全不记得。我们家都超近的，因为我跟我哥还有我妈，我们三个人的生日都只差一个礼拜。哦，那很会一起过吗？对啊，就是直接一起过啊。啊，你所以你一起过，你们蛋糕是同一个吗？还是不同？我就只大概就只买一个吧。啊，超大的蛋糕，分三层好不好？啊！因为我爸最大块的给妈妈。哎、欸，那你可以去结婚啊，就可以买那种结婚蛋糕，有吗？超高的！哎、欸，我真的很想吃吃看那种结婚的蛋糕、欸，哎、啊，那种结婚蛋糕感觉就很难吃。哈，那个其实真的不能吃、欸，哎，真的完全没有，因为他们外面就是超厚的糖霜，你说翻糖啊？它要固定、哦，所以弄了一些，对啊，就蛋糕会很硬。对，然后那种的奶油又不可能用到太好了，哦，好想吃看看，因为太大了吗？之类的，因为其实通常那个真的不会有人吃，嗯、你知道没？完全没有听到有人说过翻糖好吃，就让我更加好奇，更想去吃了吗。翻糖就是超爆甜，然后就是那样，就是那样，大口糖进去塞进去这样的感觉。反糖说我不信，我只想要吃一看。哎、欸，你们真的有人吃过那种就是好几层那种蛋糕吗？我没吃過，我没有，我好想试看看。你们快去结婚啦！我要吃，我要结婚啦！我来投保一个白猪的料。白猪，他们家就是他们家以前其实蛮有钱的，然后他就是小时候他爸都会用那种很浮夸的方式庆祝，然后他就真的有买过那种。好像三层还五层那种，人家结婚才出现那种超大的蛋糕。啊、那阿旺，你跟白猪快点啊，快点、啊！我买猪，我要吃，你自己去买啊，奇怪、欸，为什么你自己去啊？好过分哦！结婚好过分、哦。
结婚，因为我想要吃蛋糕，什么逻辑啊？就去买一个就好了。对啊，你去订一个就好了啊。就等于是我想吃蛋糕，可是我没有理由吃蛋糕的那种感觉。对，我没有理由。好笑。不会啊，他们在那边说为了蛋糕结婚才不会嘞。你说我要跟蛋糕结婚啊？找不到跟蛋糕结婚。对啊，你说要跟蛋糕结婚。我那天才看到，就是有人翻译，就是推特那种文章，然后他就是，好像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印度还是哪裡，他跟就有一个男子跟电锅结婚啊，然后三，然后四天后，然后四天后就离婚，因为他说他只会做饭，只会做饭而已。白痴啊！好烦哦。什么鬼？好讨厌！超白，完全，我看完就哈，就一瞬间看不出来到底是在搞笑还是，已经有点荒唐了。好荒唐！哎、欸，你知道吗？我突然想到，我有看到网络上有那个什么，之前不是跟初音未来结婚的那个日本的一个男生吗？然后说什么最近好像有什么离婚危机？对，我记得那个不是因为什么，他那个软体没有继续在那个要继续维对啊还是什么的。是哦，嗯，所以他没办法跟他继续再走在一起的概念。对，那个很难过哎、欸，好难过、哦。我跟你讲，这种要励志一点，他就是要开始自己去学那个软体。对啊，为了复活他老婆，为了爱，为了复活。可是这样子就会更多人有他的老婆哎、欸。没有啊，就他自己用 啊, 對啊，他不要他不要弄出去啊，没错。哦，对啊，自己做的就是更不用怕别人会有了，有没有？对啊，也是自己來的、欸、真的耶，对啊。没错，好励志的感觉。科技会进步就是这个啊，因为有需求嘛。对啊，人性就是这样。哦，有观众有说那种蛋糕就是好几层的蛋糕，制作时间基本上都是一周起跳，所以代表里面的蛋糕体已经。至少放超过七天，对啊，难怪是很难吃哎。除非他那个真的是，就是你知道，请超贵的做，那可能他就会为了顾及让它湿润一点，所以会做一些手法之类的。可是我看就是外国会有那种就是什么就是结婚蛋糕那种节目啊，他那个蛋糕真的每次都要做超久，你去看完之后真的完全不会想要吃那个蛋糕。哦，没错。还是想试一次，我不信。他就想要被雷过一次，我想被雷一次才会痛。那你就去找那种蛋糕比赛，去结婚，比赛完你去吃一口，你去当评审。哦，吃到我去当评审，我觉得我会被泡哎、欸，讲不出什么话来。你等就是比赛结束，因为那个都要处理掉嘛，你就问说啊，可不可以给我吃？一口吗？一口就好，一口。吃一口吗？反正你们都要处理掉，可以让我吃一口。对啊，会有其实很好吃。那种比赛完的蛋糕都还很多，或者是那种不管蛋糕啊，其他餐点，他们那些处理是真的都直接丢掉吗？处理掉啊，给厨师啊。我觉得应该大部分都是吧。好可惜、哦，扔掉的应该都是丢掉了吧？对啊，食品类的应该都是这样吧。对啊，好扯哦。你想一下，那九天玄女的那个指甲油爆米花给处理掉了。哦，好像也是啊。应该会吃掉啊，指甲油的部分。指甲油那个是不能吃了吧？搞不好开始卖了吗？也无可奈何吧。开始卖了，食用指甲油。哦，搞不好真的有啊。说不定。你、欸、搞不好买说，哎、欸，我买的不是甜味的，为什么这个包包咸咸的？天哪、啊！嗯，这废矿。哦，有人听到、哦、我听到了，我听到关键字了。阿丘，废矿，废矿，废矿去了，我来了。谢谢熊猫团团。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啊？因为我要打蜘蛛，我想挖矿。哦，我要打蜘蛛。哦、啊，为什么？原来你们的目标不一样。我现在是要冲保护了、哦，防御哦。不是，我要38卷。38卷的保护不是吗？血量。我记得蜘蛛是攻击的，攻击是苦力怕。苦力怕是30%的、啊 oh, 攻击，对啊，对对对，蜘蛛是血的啦，蜘蛛是血那也可以顺便打血的、啊，可以啊。哦哦，他想要变怪中跟我讲一下，怎么？我刚才有看到一个，但是僵尸的啦。
僵尸的就没用。还没看过蜘蛛的神龛。哎、欸，毒蜘蛛应该也可以吧？蜘蛛的我全部都打掉了，像是那个矿坑的。毒蜘蛛没有。抱歉。做得好哦。错好坏哟。那你们吃蛋糕的话，你们想吃什么口味？乳酪蛋糕。蛋糕。我也是冰淇淋，对。好、哦，冰淇淋。冰淇淋蛋糕。冰淇淋蛋糕，你吃啊？天成。好吃哎。没吃过生日蛋糕是冰淇淋蛋糕的耶。因为我小时候大部分都是冰淇淋蛋糕。啊、你今年可以试试看，对，你可以，可以买一个给你吃吃。对，你要先问团团喜欢什么口味。没有啊，那个他自己对甜点真的都还好，就选我喜欢的吧。对啊，就是说你要先问团团啊。都还好，就哇，好闪！哇，看不到。他耳鸣了，耳鸣了，耳鸣了。刚刚有说什么吗？刚刚是有声音吗？刚刚是不是 DC 有稿子了？哇，你说。不行，我觉得你那个真的好棒哦！我让大家知道一点效果，我要存钱买啊！好笑，你那是音效卡的东西是不是？对对对，意式蛋糕麦克风的什么啊？意式蛋糕，意式蛋糕，意式意式的啦。我怎么听起来感觉有点像意大利的外观的，对，做表面的。对，哎、欸，可是你知道冰淇淋蛋糕其实它的样子其实都不会到太大。对啊，就是因为你冰箱要放得下。对啊，对啦，比较可惜一点，没有那个啊，没有甜点怪兽。可是它就是那个很多奶油，然后冰起来啊。不是啊，冰淇淋跟奶油不一样啦。是啊，不是啊，你那个叫冷冻奶油蛋糕啦，不一样啊，对啊。不一样，那就是奶油蛋糕而已。我好久没有吃蛋糕，就是那种生日蛋糕哦。不是啊，都是吃小蛋糕哎。为什么在场的女生都没有很喜欢吃甜点？不是没有，好像吃甜点是团团。对啊，到底为什么？很少，因为不会，就是不会特别庆祝生日啊。嗯，我家也是。哦。所以就只会就是哦，想吃蛋糕，然后买蛋糕这样而已。哦。啊，我很少会有机会想说，嗯，好想吃蛋糕，然后去买蛋糕这样的事情。哦，真的假的？对啊，偶尔会，嗯，真的，我也偶尔会。我比较没有，比较常是吃派，就是那种水果派，或是那种生巧克力派。嗯，海绵宝宝派派，我要贴那张图了哦，等我一下，等一下，确实，确实。哦，他刚刚说那提拉米，啊，他刚刚说的那个意式蛋糕是提拉米苏啦。哦提拉米苏我蛮喜欢的。哎，欸，可是提拉米苏其实蛋糕那个蛋糕类感觉算是有点变种过后了，因为它原本照理说应该都是湿湿一杯湿湿的。对啊，对啊，对啊，那是变种版，它比较湿润，它不算是一般正常的蛋糕体。对，然后而且通常提拉米苏很多都会有酒。对，应该说正统的版你就会有加酒。嗯，对，我都吃不正统的，加蛮重的。我就吃不正统的。哈，我超喜欢吃加很多酒的，很好吃，我没吃过哎。你也梗不去，我好像没有吃过有加酒的，我也没吃过，没吃过呀，没吃过，没吃过有加酒的啦，加酒，加酒饼干通常都会拿酒，没吃过加酒，就是说那个提拉米苏拿起来，哈，你姐快杀回啊！哇，好难，好难想象有刺青的提拉米苏哦，真的嘞，你要拿起来吃第一口的时候，直接被他粉呛到，因为他太呛了，好呛，好呛，好呛。你是说你很强？我呛死他了！我的蛋糕里面加芥末，我太强了！那个是不会发霉的面包，对，不会发霉的面包，芥末面包。欸，所以小雨是很喜欢吃有加酒的甜点。对啊，那我是不是可以？我是不是可以推销你我朋友做的东西？可以啊，他有刺青啊？没有，他没有刺青啊，他没有刺青。那他很呛吗？他不呛，他很软。他很软。哎呦，他的个性很柔软。哦，OK。
OK、欸、OK， 解释这么多，但是哦，是嘞，他会看实况吗？他不会，哇，好像海龟汤有没有？他请问，请问我们在场认识吗？手真有环节是不是？交友环节，笑死，手真有环节。因为我说我那个朋友，他就是他比较特别，就是他很多蛋糕或者是甜点几乎都是加酒，像什么。那个马卡龙啦、然后巴斯克啦、全部都混酒这样。我超喜欢马卡龙哎、感觉得出来你之前有 po 文。马卡龙怪兽，马卡龙我真的没吃过，超甜、可是马卡龙很甜，超甜。你知道我都有吃过台式马卡龙，你那个你是说不一样，差很多，超商又有卖的吗？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叫什么牛？牛力吗？还是什么？忘记啊？牛力台式马卡龙，是台式马卡龙的，他有他自己的名字。哦，酷哦，假的牛力啊、哦！他们就说叫牛力，对、啊，就叫牛力吧。啊、对，我记得。难怪我是没有听马卡龙，因为听起来太难听了。我倒是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好酷哦！哎，我哦，因为我记得我以前高中毕业，然后我们那附近就是刚好那个放学的时候，就是那个面包店会刚好出炉，然后他们就是那个店就是有主打那个。台式马卡龙，他就会写什么新鲜出炉牛力，然后放在他们门口这样。啊哦，他为什么是牛啊？因为他长得很像牛，才不像，哪里像啊？不像，哪里像？牛的哪里？哪个部位？你对牛的概念是不太对。你的牛跟我的牛是不是想的不太一样？对，认知是不太一样。他是说名字是从。法文的啊，不在不在不在，不在。我觉得， okay, 我觉得你有点嘲讽哎、欸，这有点嘲讽哦。请问这是烘焙王小尝试吗？好他说那个最后一个字念起来像蛤蜊，然后就是很像牛蛎的台语。蛤蜊哦，长知识。没有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超好笑的。他那个解释上面，他就说，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弗林嘎，就是因为就是英文念起来很像这样，然后后面就写说，不过因为两种都很难记，所以大家都还是叫他小西点或是台式马卡龙。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后面就要后面就要接哦哦哦哦，好烦哦！哎呦。天哪，我们这个话题居然可以聊那么久耶，好神哦！开心的甜点话题，好厉害哦！因为想说里面就只有一个我比较喜欢吃的，嗯，哦，偶尔还是会吃啊。甜点我也蛮喜欢的。那你们有吃过就是一个球的那个蹦逼胖吗？啊，不是蹦逼胖，我的蹦逼胖不都一块一块的吗？对啊，啊，他是说那个吧，是另外一个台式的甜点，它是像过年在吃的那种吗？它是它那个好像是给那个好像是说什么三四月，然后女儿回娘家，然后带回去给丈夫，就是婆家的伴手礼。对对对，你是说麻烙吗？很像很像，可是它不是不是国花生粉又是什么？还不是麻烙吗？麻烙啊，麻烙，你就打麻烙、欸。看起来就是啊，看起来蛮像麻烙的。不是麻烙水母哦、喔啊，不是啦，它那是什么？麻烙就是哦，就是它拿去炸，然后甜甜的，然后咬起来会酥酥脆酥酥的，这样不会脆脆的。它不是，它就外面很像是裹那个啊，蓬一胖而已啊。一球对啊，哦，是哦，是这个吗？我贴卷的时候，这个名字，哎呀，我被扁了，好痛！哦、米老啦，米老，对啊，就哦，听起来名字都好有趣、哦。哎、欸，可是米老听过哎，米老很好吃哎、欸，很好吃，但是我好像没有吃过，可是我知道它是什么。啊，你没吃过？没有。那你们知道过年不是都会？我知道。哦这个超好吃，对对对对对，长得很像这个，可是它是一整个都是米，就是那种米，然后是炸成，然后圆圆的，那个很好吃哎。可是那个现在很少在卖的，因为好像是因为那个就是
传统工艺、然后现在也没有人会，就是 每天大家都会回娘家，所以好像也没有人就是说很久才回一次娘家然后 再回去婆家这样子。嗯，哦，欸，可是你们说双胞胎很好吃，可是我你知道我曾经吃过，就是你知道甜甜圈我还能理解，因为就是有糖霜嘛，可是双胞胎就只是炸面团而已啊。双胞胎也不是也要双胞胎没有哎、欸，我吃过的双胞胎都是就是炸完起来，然后完全没撒糖霜，就是面团。啊，有哎、欸，我之前吃的是外面都有哎、欸，那个糖啊，所以我吃的那个是他骗子了，就糖浆或是糖粉，不在。这样很亏耶、欸，就是吃一个吸满油的东西，然后又不对呀、啊，我就觉得说炸面团呢，它就是一个炸面团，是在好吃什么？你好亏哦、喔，超亏、欸，你这亏爆哎、欸。对啊，是有，所以是有糖霜的、喔。对啊，它应该是有吧。那它不就是粉不太一定？那它不就是变形版的甜甜圈吗？对啊，对啊，它是啊，它是啊。对啊，好哦，台式甜甜圈吗？哦，原来是这样。怎么都加个台式好了？每次是内锅啊。哎、欸，对，蛮像的。这里都没有东西。那个米老，我好像以前有做过哎、欸。你做过？你有做过米老？对，以前烹饪课的时候好像有，因为我有那个印象，是我做这个东西，然后做到我超会搭。你超会搭吗？你超会搭、啊，你怎么超会搭、啊？你怎么超会搭？芝麻上面全都变黑的这样子。那你就说是芝麻口味啊？就说 是没有，就说是黑芝麻做的。你就撒白芝麻。我没有，就说我的面皮是用黑芝麻，对，这个叫做阴阳米老了，好不好？阴阳米老，没有你说巧克力口味了，啊，吃起来怎么没有巧克力的味道？啊就啊超会搭了，巧克力粉啊，超会搭，啊就搭起呀，不你不你喜不喜欢我？啊超会搭嘛，好笑。哦，有印象耶，以前我记得烹饪课我超爱的，然后那种什么奇怪的那种，哇，你的记忆涌现下来，嗯啊，我对烹饪课印象就是差点隔壁的男生差点把整个教室烧掉，我的天哪、啊，好夸张哦，我不知道是炸什么东西，然后就整个换楼，你知道吗？炸到恐怖的，炸到换楼，对啊，超恐怖的，强哦，好扯哦，我找到了，它叫做它这个好像叫做。Sierra 就是台语 Sierra、啊、这个球啊，嗯，它是蹦逼趴吗？你的太大球了吧？它其实就是蹦逼趴，然后因为它是说传统上 Sierra 是农历五月回娘家，然后农历六月返夫家，所以就是回娘家的时候，就是妈妈会拿这个，然后让女儿带回去给就是。夫家那边的人吃，可是它这吃起来不像蹦逼旁，它这吃起来就是咸咸甜甜的，然后里面还会有花生，这好像是南部才有的特色，好酷哦！这我没有吃过，才有哦、好好吃哦！就是类似的有吃过了，嗯，好好吃哦，可是现在找不到了，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做。那边讲吃的时候，小雨不是刚有一个不是说没吃过吗？我就想到那天波波我在讲你那个，他夜市那个你没吃过，我感觉真是白火了、欸。哦，我知道了，来可以讲一下，从头到尾讲一下。我跟你讲，那天是我们在聊那个，就是在聊逛夜市这件事情，然后聊一聊之后，我就说到说我从来没有就是真的在逛夜市的时候，就是主动去买过地瓜球来吃。嗯。对，然后因为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去吃地瓜球这件事情有点就是地瓜球吃起来有点空虚，所以我没有就是主动去买吃过。然后伯伯就说：“哇，那你这样人生真的是白活了哎、欸！”好过分，好过分的。我就说：“不是啊，我又不是完全没吃过地瓜球这东西，我就说我不会主动去买吃，我人生就已经白活了吗？这么夸张吗？”超好笑的。哎、欸，可是其实如果要我现在去夜市要买的话，我也不太会主动买它、欸。对呀、啊，它就是不知道，就是，嗯，就还好。没有没有没有，你知道我的原因跟小雨不一样啊。我的原因只是因为小时候，因为我妈太喜欢吃地瓜球，每次去夜市一定会买，然后我吃到已经有点腻了。知道吧？对，对吧？啊，我是不知道哎、欸，我就觉得它吃起来有点空虚。空虚地瓜球，我觉得吃的嚼劲呢、啊，
对啊，然后吃它那个尾禁的，它就是一个咬下去空空的东西啊，它有个油香味，脆脆的啊。我觉得不就跟你那个面团一样？对啊，有啊，它有一个地瓜香，地瓜香。那你知道它后面还有变种吗？还有变种是芋头球，哦，那个很好吃哎，紫色的吗？对，紫色的，紫色的，对啊，就是现在地瓜球都不会只有一个颜色，会有两个颜色，而且都是超大的。这样子，我推荐你们去吃吃看那个肯德基的，肯德基里面有馅料哎、欸啊，我吃过，那个是在变种的，可我觉得那个变种的，我觉得那个超难吃哎、欸。哇，打架了，打架了！因为它的外皮没什么味道，然后内馅就是应该是说它的外皮弄的吃起来很无聊，然后内馅的味道又很怪。我懂了哦，那我觉得还行哎，因为都甜甜的。就我觉得它没有很好吃。啊，那我要先讲一个，这是我昨天点麦叉叉，我不能讲全名。嗯，哎、欸，就是麦叉叉的这个地瓜薯条哈，我觉得你们吃不好吃，吃完之后还是去还是点薯条就好了啦。不好吃，我吃过，我知道了。强烈是麦叉叉的新的那个什么韩式酱料那个，我昨天吃我觉得还行哎、欸。没有哎、欸，他以前的比较香，现在的感覺哦真的我没有吃过他之前的。嗯，他之前的更香，然后。然后我觉得那个哈，你如果要吃地瓜薯条哈，你还是去找那个顶叉叉哈，顶叉叉，顶叉叉的就好了，顶叉叉比较好吃。对对对对对，好好奇是讲谁哦？南部没有顶叉叉哎、欸，哦，南部没有顶叉叉吗？那没有南部是不是要吃单叉吗？对啊，单叉单叉单叉你要看啊，有些区域也没有啊，单叉的那个。就是区域很少哎、欸，啊，太假的，它也可以叫插单呢、欸，啊，或者是蛋姐的，或是叉叉哎、欸，那它的布店区真的很小哎、欸，是哦，我以为它的单叉的加盟条件超严苛的吗？对对，真的假的？很严苛，对，要近亲哎、欸，对，就是你要有亲戚关系才可以，对，要亲戚关系才可以。哦这么麻烦哦，女生的还不行哦，就嫁出去女生是不行，好麻烦耶。所有的对，他是家族系，他是家族关系的。哎，这个是丹丹帝国哎，好强哦。所以他才没有就是。哦，你怎么讲出来了？我讲出来了，你讲出来了。要讲还在单插什么的？对啊，结果就直接讲了。我讲出来了，单插帝国。家族企业，对对对，是家族哎，他说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超级老员工，没错，对对对，这我就不知道，就是你一生都要奉献给他，嗯，对，有一次在讲说他们的加盟条件就是那种超级优良老员工，或者是就是有姻亲关系这样。哎呀，这个其实啊，哭啊，我掉到你讲里，这个其实难，那也难怪他的店就是明明就是很大家都觉得很夯，但是都没涨那么快的，对啊，对啊，哦。蛮酷的，蛮酷的。限制哦，你看他这限制真的蛮酷的。你赶快取一个，这样有创意，有可能那个蛋糕可以吃。有蛋糕可以吃？没有，单叉没有蛋糕啊。没有，我说你没有自己这个理由啊，你结婚的理由哎、欸。不、啊哦、好哎、欸，就可以吃蛋糕了、欸。对对啊，你有一个店啊，又有蛋糕可以吃，是很棒。对啊。哇，这是 win-win 的局面呢、欸！你又双赢了，是不是？又想双赢？对，话题回旋镖，哇，又回去了、欸。你结婚过程又可以拍成 vlog、啊、哦，又赚哦，赚到我的天哪、啊！完全没有亏过，你知道吗？现在是 win-win-win 哎、欸，对啊，对啊，哇，太神啦！有没有观众家里是？你说台湾单叉帝国吗？欢迎去到单叉帝国的。我记得好像台南的是没有苹果汁哎、欸，就是你知道它有区域限制的饮料吗？高雄跟屏东是有苹果汁可以选择，可是台南没有苹果汁。哦，这我不知道、啊，我是太少去吃了。我跟你讲，如果之后真的在北部开了一间，我就直接说，哎、欸，北部有别的，有另一个水果果汁什么，我就卖西瓜汁。西瓜汁，西瓜汽水。没错，店员。吉祥物吧，不是店员吧？我
我打的西瓜汁要不要喝啊？你就是直接，你就是负责打西瓜汁的员工。打西瓜汁，好不妙的感觉。西瓜哥哥，那你就是老员工，你之后出去你就可以再开一间店。对啊，太神啦！啊，所以你都会跟人家那什么现榨现榨干汁？哎呦！新鲜榨新瓜西瓜汁哦，新鲜去籽，甜甜的哦，哎，都有过滤过。救命啊！啊，笑死！哎呦，回血回好慢啊！有没有什么是北部限定的店呢、啊？好像没有哎、欸，现在都往南部拓了，已经没有了。其实好像硬要说有哎、欸。北部限定饮料店有一些饮料店南部没有，我记得没错的话、哦，就是北部才有。可是你要讲饮料的话，南部有那个、啊、南霸天的叉叉叉之魔手，叉之魔手，真的好吗？那你这跟讲出来有什么差别？录音也差不了多远，其实。我不懂。你都擦了我没有讲出来吧你好像不小心爆出来一点了没有啦哎呦好笑突然不知道他笑应该笑在哪里这个好难消音难消音也可恶好像真的比较少啦反而南部限定的比较多嗯，对吧？南部人好拽哦。对啊。好，你很骄傲。没有哎、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了没有了。怎么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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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让你补？对，怎么可能让你补？是这个，原来是这样啊。五十男。南部有五十兰吧？有啊，有啊，怎么没有？就瞧不起南部啊！南部也有 Coco 吧？有啊，有 Coco 应该有吧？我不知道哎、欸，没什么看过。有啦，嗯，哦，我之前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五十兰正夯，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问那个朋友说，哎、欸，要不要吃五十兰？然后他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就是他就有点腐腐的这样子，就说五十兰好啊，我要喝五十兰。吃男，哇哇，他也是吃蛮开的哎、欸，哎呦呀，祝福他，哇，对啊，很强哎，哎呦呀，哦，好险没糊错，吓死，又变白天了，很棒啊，你那里有没有南瓜跟西瓜？没有，有西瓜西瓜的话，我记得在丛林边缘就有了。我要去打西瓜。那时候，OK， 现在， okay. 现在，其实那时候在杰克家外面有种一个，把它敲掉了，可以看一下。哦、那你们还记得那个五十元披萨吗？那个不是倒光了吗、嗯？对啊，以前那个我觉得很好吃哎、欸。啊，我觉得量好少。举一反吗？还是什么？不是不是不是，他就叫五十元，他就叫五十元，还想消？你在做说消的意思？你讲出来对不起啊！笑屁啊！你都讲完了，来，已经没了，所以我打码了，没关系吧？笑死！有他有吃过那个什么橘叉坊那样子？没有橘，那没有，我没吃过各种。啊，它是橘叉坊，我也不知道，它就是平价意大利面这样。牛，不知道。Yep， 要甜菜种子吗？我要南瓜的。那要西瓜吗？我今天都一直想到一些很难笑的笑话梗。你有讲到什么？不是，就讲到平价的，就是意大利面，然后我就想到，哦，那我平常都是吃那个 New Chasta。啊、好烦哦！我脑袋里面今天全部都是这种。哦，天哪！你是被影响了吗？我不知道哎、欸，好恐怖哦！
我最近听太多奇怪的谐音梗了。五十披萨还有电啊？有人那边加加，但是没有像之前到处都是了。哦，之前他展电真的展超快的，就是基本上我那个时候家里去学校路上大概就两间以上，就是很多。真的没吃过，我完全没吃过。然后还有之前也有很夯那个啊，就是披萨杯啊，披萨杯。就是他把披萨卷成有点像是冰淇淋的那个甜筒的那个样子啊，哦，然后会在夜市卖，然后他不就咸的可丽饼？他蛮没有你没有你倒不如说他就是把小披萨卷成甜筒的样子，就这样。哦，对对对，然后他都大概卖五十六十块这样，然后就是会在夜市卖这样。哦，可现在好像也没啥看到了，没吃过。没错过，我是看过，但是也从来没点来吃过了，就是都吃别的。哎呦，都吃别人的，我都吃别人的，没有，没那么坏，没有那么坏。还有呀，说夜市很夯，真的。你说哪个、啊？可丽饼那个披萨，就因为好像就是很方便啊，你就手拿着。就、嗯、真的完全没有印象，对，我也没印象。我真的觉得现在夜市真的是没跟之前比起来，真的是越来越没特色。嗯、就是没有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代表物，你知道，以前都可以说得出来，嗯、现在都说不出来了。现在都是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冷冻食品在家了，就有点像是一批。一批摊贩讲好，然后呢，就是啊，今天大家一起来这摆，然后分好位置，然后呢，明天哦换到别的夜市，然后分到另一个位置一起摆，这样的感觉，就看来看去。可是夜市本来就是会这样一直跑摊、啊。是啦，可是就是以前起码还会有几个特色，就啊只会在这边摆，可是现在他就是为了可能要赚吧，所以就是因为现在太难赚、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可能也跟现在的环境有关。可是我以前夜市的部分就真的是那几摊固定在互轮来轮去，就在 A 夜市你过就会看到 B 夜市的老板，哎、欸，你今天在这里摆哦。对，可是我觉得很正常，因为夜市每一区就是，除非是那种每一天都有夜市，不然就可能他就是某一个夜市是二五，然后另外一个是一四啊，他肯定就是跑摊跑来跑去。嗯，对啊，对啊。只是就变成是现在基本上就是你会看到去的每一间夜市其实基本上都大概就那样。好，我觉得同质性比较高，这件同质性太高了，我觉得、嗯、这是真的。就是、大部分都是一样的类型的。对啊，没错。夜市是牛排吗？但都是那种就是国外引进来的，就是特殊小吃，像韩国引进来那些很特殊的那种路边小吃这样。哦，现在就是要走多国化，就是异国料理、嗯、对没错。还有那种不是那种可以拿在手上吃的那种薯条，就是一整杯的薯条。哦，有超长薯条，跟那个、欸那个我还没吃过哎、欸。哎、欸，我记得那个有那个什么臭豆腐薯条。哦，臭薯条还不错，臭薯条是真的还不错，那个、我吃过。它就是其实就是做成超长条形的臭豆腐哎、欸。对，没错。你讲的好不吸引人啊。可是他就是嘛，可是还蛮好吃的啦，还不错啦，就还可以、嗯。以方便性来说，其实还不错。反正你就拿一整杯这样。不然你看，你吃那个臭豆腐，你常常都会吃到满嘴都是那个什么泡菜汁啊什么。而且你就只能坐在那边慢慢吃啊，你拿那个臭薯条可以整杯拿着慢慢逛。没错。虽然我对臭薯条的最有印象的东西是它的蜂蜜芥末酱，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对，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之前夜市都会有那个，就是螺旋状的马铃薯塔，马铃薯塔，我那个也很想吃，我没买过。你说古天乐的签名吗？旋风薯塔，对，旋风薯塔，那个我记得淡水还有、啊，有啊，淡水有，淡水有，对，要不要下次带过去啊？好远，会不会会不会软掉？他们撞下就碎掉了。我先拍视频，看他有头盔有没有饼干。扛扛扛扛，好粗哦这样。好笑。啊，我对夜市印象大概就是那种超高的冰淇淋哎、欸，拉肚子冰淇淋，那个、不要吃。为什么、啊？可是我小时候逛夜市就是为了那个吃那个冰淇淋。就是他其实。其实
淡水人都知道啊，那些都是他们不会清，他们都卖隔夜的继续帮他修，而且那是面粉哦，那些东西，哦、而不是哎、欸，这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只是骗观光客。对啊，就知道他不健康，可是就是爱吃，还是看到会很吸引，你知道吗？对啊，会想吃。就巨无霸冰淇淋，嗯，记得小时候那时候也很爱吃，家里常常会买给我，可是我买大概买三次，有两次就把那整一半的掉地板上，啊、哦，好难过哎、欸。哦那真的常会、欸，哭了，好悲伤哦，对，哭出来了，太悲伤。哎、欸，可是你们说什么会跑厕所啊？像早餐店奶茶，可是我喝了，我从来都没有跑过厕所，我也没有，我也是，就是你的肠胃比较坚强。可是我有奶、哦、那个奶乳糖不耐，他又没有真的奶，他们是用奶粉，不是牛奶、啊哦，奶粉不会拉肚子，就是、那就好。如果你乳糖不耐的话，啊。嗯、有人说吃那个马铃薯塔，觉得吃起来倒不如去买洋芋片、欸、有这么不好吃吗？你要说我不信，好吗？我不信，可是它是新鲜的洋芋、欸，对啊，现炸的、欸嗯，新不新鲜也不好说啦，现炸的，现炸都是现炸的、欸，小现炸也不一定、欸、有可能是复炸的。回锅一下，回锅一下。我不信，锅炸一下。我好困扰，不管。我就是想吃。你管我？嘛、欸、都是吃一个回忆的。对啊，那你要吃健康，你就不会去吃那些东西了。你就不会去吃夜市了啦。对啊。哎呀、啊，他们说早餐店奶茶是植物性奶精，懂、啊？很健康的感觉，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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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性的就是那种都是超不好的，应该就是合成的化工的，对，动物性比较好。对，应该说你看到植物性奶油就是它是人工的制品，啊，动物性的才是天然的。嗯、哦，我以为植物会比较好，像什么杏仁奶之类的。杏仁奶不是奶，我要说。杏仁奶不是牛奶，它都是。杏仁奶就是一罐油。它根本没有，根本没有蛋，没有很多什么蛋白质。对，是一罐油，好吧。不要以为喝杏仁奶就可以喝，就补到奶的那个什么成分。那个什么，它就是那个，就是什么这个叫什么？五谷的油脂，它并不是奶。对啊，对啊，坚果类都是油脂啊。因为我看到好多人都说，哦，我喝杏仁奶会喝到奶了。没有，其实就是一罐油。喝太多更不健康。对，而且热量超高的谷，没错，坚果类的吃热量真的油都是油，都是油。虽然它是偏健康的油，可是它还是油，好不好？就是不建议大量喝啦。它是有那个吗？就是如果是坚果的话，量大概就是一小个拳头。哎、欸，可是坚果真的是你叫我如果开始吃，你只能吃一点点，这样真的是会不过瘾、欸。对啊，就是对啊，感觉没吃到啥，可是吃到腻啊。对，要吃到哦，我真的够了，然后那个量要吃到腻，那真的是热量超高的，真的。你明天一定长痘痘了，可是很爽。那你就不能每天吃。对，你看，你大概两个月只能解禁一次吧。两个月解禁一次，然后一次把一整包开心果吃光。有好肥，好肥，要超不行的。太肥了，太肥了。哦，哎呦，杰克，重返荣耀，重返荣耀，重返荣耀啊！没有，我每次冲修复都嘛长这样，哎，啊，习惯了，习惯了。明明他的期望只是四分之一，你们知道吗？我知道啊，我不相信，他们很多嘛知道。對啊、我知道、啊，但自己抽又是另外一回事，就只有过跟没过这两个答案而已啊。二分之一啊，是抽卡，他跟你讲说那个就是卡有加倍一样啊，你有没次抽到吗？也没有啊。有时候好像有，有时候歪十几次啊，都在想是不是在搞啊。啊，就是会歪啊。工程师都嘛现在在上班哦，天哪。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有哎、欸。你有什么？我不管了、啊就是。你说抽修补吗？对、啊，我刚刚抽两次就过了。那你要不要再帮我抽一次？你是不是在赛卡？你是不是在抽？哦，这赛卡的人啊、哦！你要不要再帮我代抽一次？我
怕了对不对？哎、啊欸，来啊！真的吗？来，他说来，来呀、啊！好，那你等我一下、啊。你给我没悬赏，悬赏。请问你要几抽？我两次，两抽，两抽。还是我的雀痕给你抽？哈哈哈！你确定那个很贵、欸？那很贵、欸。等我一下哦。哎、欸，没事没事，我要回去了。这次就是月月了。他不是用免费抽抽到的吗？你现在对啊，不是又好像又送两抽哎、欸？对啊，真的假的？那我现在开，但是我每次都是抽到蓝色的礼物啊，我也都是抽到蓝色礼物啊。允、哦、月、啊、就抽到那个美眉嘛，对不对？他免费抽抽到美眉，我就免费抽两下就出来了哦，轻轻松松，是他在养你的胃口，是吧？他在养你的胃口，好笑。你开始喜欢雀魂了之后，你就完蛋了。他说：“你要是允月说并没有，他们说并不会，并没有，我还是喜欢打台嘛，对不对？并没有，我还是喜欢免费抽，谁不喜欢？啊，好笑！哎呦喂呀，是今天又有在送吗？还是昨天啊？”前天前几天有送，前几天有送，那时候就送两抽，再送两抽这样子，对啊，所以总共五抽啦，先一抽再两抽吧，一抽两抽两抽这样、啊，还有两抽吗？啊、还有，我拿了五张哎、欸，那我先看一下，我也等一下，等一下哦、喔，现在有抽有抽，但是我刚上一次开的时候就没看到，对啊，他看了他也有看我的那画面，哎、欸，奇怪，为什么你的没有？还是他是有特定的说？欸、搞不好你某一个期间内要登入职，要登。他通常那个信件就是七天而已啊。嗯是也才最近发生的事，应该没有这么短时间、而且是这活动是也联动开始的时候啊，对吧、啊？奇妙了，好笑。等下全部答说，哎、欸，有两抽，一起哎，哇，一起蓝色礼物，一起都领礼物。大家一起拿蓝色礼物，抽礼物喽！开心，大家都在玩日马哎、欸，来啦来啦，没有啦，就没有我们没有玩很，里面玩最勤的就只有繁星而已、啊。我其实也都偶尔才上去，就可以学一下、欸。这是跟台马没有差到太多。应该是说，就是如果你日马习惯的话，其实你去玩台马，你去用日马的观念带观念去玩的话，其实大部分都做出来牌都很大。对啊，你就想他就是不能屁胡而已啊。对啊，就没别的了。我大概知道啊，就是对啊，就是、还要去记这个，就都没去记。哦，对啦，对吧？你随时可以点开旁边的。没有，我跟你讲，你就是忍住吃跟碰的冲动就可以打日马了。哎、欸，对，没有错，忍住。半年可以一直灌幺九。对。啊，我不想按下去了。或者看到别人在连庄的时候，你就断他。断他。你就给我一个断幺九，气死他一百分，哦一千分直接气死他。哎、欸，我没了啦，欸、我的免费券。你想要天问吗？没有，然后免费。我也没有，按掉了，我刚按掉了。啊，你抽到什么？我刚抽到粒子特效蝙蝠，而且是重复啊，没有重复的礼物吗？重复的，重复会拿到粉啊，也还行吧。可以拿到粉，嗯。那个新知识可以结婚用啊，不错。嗯，还是我现在登上去看看。亏呀、啊！笑死！我先下载登上去。好好笑，到底在干嘛？蓝色礼物啊！天哪！天哪！是你最爱的蓝色礼物，蓝色的哦，你最爱的颜色。好恐怖哦！啊，多钱？大家都要躲起来上去看有没有免费抽，笑死！那我也来再看看。我是已经没了啦，但是我还有六百多币啦，有可以抽？有吗？可是他是要最近你们应该是之前补送的啦。嗯，啊没有啊，你加起来总共几个？五抽啊，那我做三抽，有一个是四月二十七的维修 啊，另外两个都是这次联动的，就是有四抽是这次联动的。哦，家里有僵尸哦，家里一堆吼，我来了，我来了，但是我不在家里，你不在家里，我不在、啊，我在家，那你喊得很开心呢、欸，没，很开心呢、欸。
好，怎么有些有发光，有些没发光？对啊，不知道，还是没发光的是正常的吧？就是不是那个这样哦思潮来的哦。啊，家里又有思潮哦。对对，王又要来了吗？是不是该回去了？哎、欸，王又说说要来了吗？看你要不要来打字。我又来了。哎、欸，这次有换旁白吗？换谁念了吗？换了，又换了。下次可以配合吗？两个蓝色礼物，好，关于换换小雨冒号。亚多尼，我还是只有三抽哎、欸，好奇怪啊。在信件里面。我是对啊，我信件里面就一个一抽，然后这个补偿的，然后再补两抽吧。嗯，那我是这样。还是那几天要上线？我们没事，你三抽有妹妹可以了。对，我们写信跟官方说，你有妹妹了。哎呀，啊，如果影院如果这四只，你会想要哪一只啊？我比较想要女仆，对不对？对，大家都想要女仆啊，因为女仆很赞啊，有点棒耶。我比较想要千花，我没办法，这次就没有啊。他说千花会炸赌啦，不能让他进来。哦，千花的千是出老千的千啊，对，千花千，没错，好过分啊！名字被说成这样子解释。我之前在塔里面有一只，对啊，之前就是开那个弹幕看那个啊，那个辉夜姬，然后就是只要千花开始说要提议要玩游戏桌游游戏，就是一排千花的千是出老千的千，好过分啊！我觉得超好笑。哎呦喂，你们喜欢女仆的话，这里有装备给你们了、啊。嗯，他是变装物理女仆，物理他可男可女，你知道吗？哦，对对对，哎，对，哎、欸，对，我们最新一集看到还有对可男可女，他是变装的啊，有哎呦喂，对，今晚那我在睡觉，你没有看动画吗？我们今天是看没有耶。Nailed it！ 我们看做蛋糕，不是现在讲到 Nailed， 我只是想要女主持人从桌上摔下来而已。对，真的很赞耶！真的是很有趣，主持人很闹哎。啊，不是那整个节目都超闹的。对啊，搞事节目。得啊！对，全家的那个音变了。啊，对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不是这个了，对他们已经没有这个了，已经变了，超变别的长的，好像五秒六秒以上，然后完全听不懂他的旋律是什么。对啊，完全不一样，小狐狸那个不一样，那个走错间了，走错间了，走到隔壁了，我走到隔壁，这里不是全家吗？这是全差，你好像走错喽。全脸，全差，全脸啊！讲出来了。你走进去的是全差，不是全差。我完全不知道是哪一间的。哇，到底是走错了？被搞混了。完全不知道是哪一个。到底是走进了噔，还是熊福利福利熊呢？完全没有想要把他们码的意思吗？他们说改很久了，真的一个月了。那就是我们家附近是爱心的，嗯，哦，我真的是奶叉叉，奶叉叉，你这马马的也太不妙了吧？对啊。你今天去哪里呀、啊？哦，我刚刚去来叉叉。啊，你要来叉叉一下？你在哪？我觉得不行。天哪 ！Oh my goodness！ 哦，可是我一定要抱怨一下，那个来叉叉的那个寄货服务真的很烂哎、欸。我说，就是反正我前阵子有一个东西要寄给那个杰克这样。然后我就去查，他们有一个是可以，就是你去店里面，然后可以寄到家里的这样。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服务，我就想说，哦，那我就去用这个。然后我那时候就直接跑去店里面，然后我就问那个，因为它是有一个店到店的跟店到宅的，就两个不一样，这样我知道店到宅这样。然后我就问那个店员说，哎，不好意思，那个店到宅要怎么用？然后店员就跟我说，我不知道。新来的啦，新人吧。對啊、是新的没错，因为我们家就是对面那个奶茶，它是新开的没错。可是他直接跟我说他不知道， uh-huh. 我就想哦哦、oh, OK， 那我说啊是要去那个机台用吗？他说不知道，可能是吧，你去看看。我操！讨厌，没有，通常这种新人呢，应该也是教育说，就是啊我不知道，那我帮你查一下，或者帮你看一下说明。对啊，应该要这样吧。是应该说他可能跟我讲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我帮你查看看或什么之类，我都觉得还好。他说我不知道、欸，哎，我说啊，不然直接去操控看看。我被给，我都超傻眼的。是，你可能遇到以前的我哎、欸。那时候在用，我就觉得很困扰这样，然后我就先站在那个台子旁边，就是先用手机在那边查，可是一开始查还没有查到，然后就有另外一个有一个女生也是要来就是寄货吧，然后她就跟我说，哎、欸，你要先用，我说没关系，你先用，因为我可能要用很久这样，然后她就是她用好她的之后，她就跟我说，啊你是要用什么东西啊？我就说哦，我要用那个什么，就是电到宅的这样，我说有看到这个服务，可是那个店员跟我说她也不知道怎么用这样，然后就那个女生就跟我两个在那边查，然后查很久，发现说她那个功能是、哦、我跟你讲，那功能真的超烂。他是说你要在网站上面先把所有资料全部打好之后，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就是类似序号码吧，然后你再到他们的那个就是类似就是来叉叉的 iPhone、oh. 去按那个号码之后再把它印下来，然后再拿给店员刷了之后，他会再拿一张东西让你贴着，然后那个东西可以寄出去这样。好麻烦哦，哦，就是麻烦，他完全没有讲清楚。对，因为 Seven 也有这个功能，可是 Seven 的话，就是你没有用网络上那个话，你就是直接填单啊，不然你就是直接用网络上那个。没有，他没有办法用机台填，他一定要用网络把那个单子填好，然后你要再输入那个序号这样子。对对对，然后他的那个选项还是在店到店的里面的一个小细项里面，你要点进去才能输入这样。他根本不想要给你用吧？对，完全不想让人家用这个功能的感觉，你知道吗？超生气的。真的超烂的，没有看过那么烂的。好气！不是因为那个七叉的跟全叉的我都记过，就是都没有那么就是麻烦这样。然后去来叉叉的时候就想说太麻烦了，我再也不要用来叉叉寄东西了，真的太讨厌了。我以前遇到是跟客人说，你确定要在我们这边寄吗？很贵耶、欸。我说你是有为他的钱包着想哎、欸，对啊，而且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也不会操作，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在美叉叉的时候啊，然后那时候啊美强生美叉色，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刚我们就开始就是他就是很爱学嘛，学人家说也开始宅配还是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我们这一批就是开始在训练。那时候我根本没有教到，然后就有人就说：“哎、欸，你们这边有寄东西？”我对啊。那我东西拿过来吗？我说对啊。然后拿来的时候说：“你要不要去邮局？我觉得邮局比较便宜。”不是这句话是我们店长教我的。我说其实跟老师跟客人说啊，那个真的邮局好像几块，60还30啊，我们那边是寄要100多块钱。贵哦，对啊，邮局如果是寄就是台湾的话，其实我记得不用100块，对啊，就是看大小啦，看大小，对，但是通常不需要，邮局是最便宜的啦，对，可邮局就手续比较麻烦，就是邮局要等好久，对，要等很久的东西，就是你全部都要，你们家那边人不说吧，过重干嘛的就比较麻烦。哦，你说等待时间比较久吧？对对对，就等也久，然后处理的那个流程、处理程序也比较。对对、哦。我们家这边很快、欸。哦，可能你们那边店员比较，那边可能就是对职员比较年轻人。哦，我们当看帅哥吧。那就看美女好了。哦。每次去寄东西啊，那寄到后来那个邮局应该看那边的人应该看到我都会认识我，因为我每次去都是寄超大量，又是他，又是他，哦，哎，可是你们知道去邮局寄东西是要分时段的吗？通常就是如果要人很少的时候去的话，可能就是要下午3-4点。哦，对啊，正常、啊。哦，对啊，对啊，因为那个时间他们还没有那个。哦
对对对，然后你吃完饭去是人最多的，因为大家都是吃饱就是就中午时间最那个，嗯，啊、然后因为他们中午也会分批去那个休息，对、嗯，所以人是最少的，对吧、啊？然后我只记得很好笑，我霸占了我那个时候为了要寄东西，然后我就他们看到他那个就是在那个柜台的人看到我之后，他就。看着我推了大概三大箱的东西进去，说准备要寄，然后要寄挂号，然后对，然后呢，他那个人就看了一下旁边比较资深的，就是男生的柜台的人，然后呢笑了一下，救命！救命！然后那个时候想啊，他在笑什么？我就看了他一下，然后他好像看到发现我看他，然后他就说啊，没有啊，那开玩笑，我想说你，所以你刚刚讲了什么？救命！我请你吃饭。然后那个时候我进去的时候刚好是没人的，就是没有人在排，就是有物相关的东西。哇！然后结果呢，我直到我就是全部东西寄完了之后呢，哎、欸，那个后面那个号码牌领七个。哦，你是讨厌鬼？可是我是敲没人的时候去哎、欸、啊，我哪知道就突然间啪一堆人，他一定很难过，他连躲都没得躲，因为他没办法躲。然后很好笑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就是邮物的，就是只有两柜，然后呢就是银行的，就是那个钱方面的也是两柜。他们到最后变成是邮物的，也加开到变三个，然后有一个专门弄我的，我觉得超好笑。就是你，就是你，是 VIP， 觉得超好笑，他就用很久这样，他应该有哭出来吧？没有没有，然后因为呢，然后呢，那个刚好又是，我又知道那个他好像是稍微比较菜的，就是新手这样子，因为他有些东西都还是要问旁边的那个，然后结果呢是他来负责我的东西，然后我那个又很麻烦，有的国就是有的是寄国内，有的又要寄国外，然后国外又好几个这样，嗯哦，他就快疯掉，我觉得很好笑。那、啊、你隔天有看到他吗？他告我离职了、欸，我没去哎、欸，我不知道哎、欸，他离职了，离职了，不做了，对不起，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从小的志愿是做这个，结果被你弄到离职，有没有？直接被你一个追看教育。我不做了，好笑。哎呦。好笑！我记得之前自己就是很多包裹，然后就直接叫黑叉来一次直接收。可是现在应该不行，现在疫情期间应该没办法。你说到付吗？对啊，就是你好像有超过几件以上，你就可以叫他直接来家里面收。可以直接在家里到付，可是我记得好像额外再多一点钱，就是對對對啊有吗？我记得我那时候没有、欸，不会吧？我记得后来我查的时候有，就是、你的货件数够多的话，好像就不用。哦、可是那个时候我在弄电脑想要寄回去那个维修的时候，他就叫黑叉来直接来收电脑、嗯、就直接一箱就来收了。哦是哦，对，嗯，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弄宅配的时候，那个时候原本有看到这功能，可是我有点忘记那时候怎么讨论到最后就变成是还是得就是变成是妹妹自己去。拿了几十箱的东西去自己去那边寄、啊、因为我之前是搬家的时候，就是大概有就是十一十二箱东西吧，然后就是直接叫他来整个收走的。哦，嗯，我记得邮局也有这个功能啊。邮局的我就不太清楚。邮局也有，我记得是我邮局。你上过邮局一半那个吗？我觉得听起来好恐怖哦。我觉得邮局跟黑叉就是要比的话，你就要看你的东西。重不重？邮局的话，如果你轻的话，就寄邮局。嗯嗯，因为邮局是寄重量的。哦，没错。不知道，都没在寄东西。哦、有啊，你前阵子才寄一个、啊。但哦，我这不是那不是我去寄的哦、啊。哦，那不是你啊、哦？哦，那是白叔叔去寄的。哦，原来是这样。我以前不是还是有在做 CWT 的吗？嗯，对。然后那时候就是他们是跟黑叉合作。然后你们知道那个卫生纸的纸箱有多大吧？哦哦哦，对。然后我那时候是用卫生纸纸箱在装货，然后黑叉的看到我说：“哦，这么大、哦。”我说：“对。
太傻眼了。啊，可是一般就是有超过一个大小黑叉是不记的。嗯，啊，可是他们有，除非他们是特别合作的。对对对对对，合作他们不得不收，然后只剩我120而已。我就好惨哦，最大的那个，惨嘞，就很辛苦。黑叉有时候很麻烦呢，黑叉最大只收长宽高加起来不大于150，嗯，其实蛮小的，很小。有一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那个，嗯。如果你要去那个诶七叉季的话，就不能大于120。嗯，如果是在七叉那边的话，你又要对代收的话，不能超过120，很小一个。有经验。一只叉叉吗？还是一只叉叉？对，七只叉叉。哦、嗯 oh, ，OK OK。七只叉叉，七只叉叉，全属生物吗？七只叉叉是你点七只哎哎，七只哎哎，七只烤肉串吗？他们说我好吃。他们说现在 CWT 的黑猫仔、欸、黑叉仔票、啊、黑猫仔票我不他妈黑猫仔配竟有什么两样他说黑猫仔配已经要180以上也太贵了吧180买吗有啊对啊 看大小吧对啊如果小小的也算180好贵哦、嗯、可是黑叉版就比较贵哦对啦哦恐怖所以喵叉都是自己带行李箱过去啊？喵叉吗？喵叉应该不用吧？应该是，应该是很好知道啦。可是他最近有摆摊吗？没有吧？他最近哦，我不知道了、欸。那我记得疫情好像好久没摆了吧？印象中没摆摊了。那你们疫情好了之后，你们还会回去摆吗？我吗？对呀、啊，不会。因为我摆次摊都会长四五颗痘痘，真的很累。压力是真的，是真的，压力大大。现场也闷热啦。对啊，我觉得跟空气品质可能也有一点关系啦。嗯，对啊。无法度。是去哪里摆啊？嗯，北中南都有啊。哦，所以他是巡回演出。哦不不不是，不是。通常都是北跟南。还有那种什么？就是 FF 啊 FF 那种的，你知道东西吗？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没去过，你没去过，哇，没有，那你真的是白活了哎、欸，真的、欸，确实，好过分你，那个东西是同人展，是同人展吗？对对对，我没有去过哎、欸，对，哦，你要我真的白活了 ，Yes now。可是你知道，我真的老实讲，真的是因为做实况我才有去，不然我以前真的是完全没去过。那边是干爹妈级三弟啊，对，就是大约见面的一个借口。對啊、没错。那可见大家其实也不想见到我吧？说啥呢？不是不是，我说的借口是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让大家有聚会的理由，你知道吗？就是可以出去吃个饭聊聊天。那个时候有 CWT 要不要约一下？对对对对对对，了解。对，没事啊，我其他也没想见我嘛，对啊。我都没去过，见你妈，我爸妈，爸妈，爸妈，我没有见过啦，我没有见过啦，有啦，有见过我妈，有啊，妈很可爱、欸，也很可爱。我记得有一次爸妈开台，我觉得超好笑，我不是跟哈基打招呼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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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就那个时候爸妈你不是在开唱歌台。然后我妈就很想，我妈就很喜欢看我唱歌，然后她就进来就说：“哎、欸，我也要唱。”她自己也要唱，我也要唱。然后真的好嗨啊！然后最好笑是那个时候就是聊天室，就是啊，爸妈唱完之后，然后就是有小几点什么的，然后我记得爸妈就说：“好啊，你们都这样啊。”我的印象好笑，我的印象超深刻，我觉得很好笑。不是、哦，他们就每个人都是抖内，然后都是给我妈妈，然后我想说，我就说啊，真是太爽的，就是不用开台，靠妈妈养就好了耶。然后结果，然后不对哦，为什么我刚才唱那么认真，然后我啥屁都没有，然后就我妈来唱歌，就那么一大堆。我靠，妈妈这样讲，我那时候听到我快笑死了。嗯，爸妈来抢粉丝。
而且发什么发自内心的抱怨哎、欸，真的。哎、欸，那你有去参加什么妈那个吗？最近不是有最近有个妈的什么那个？哦，对啊，你有参加那个吗？哦，没有，那个好像是邀请制的吧？啊，是哦，原来如此。我妈去一定超白痴的。哈哈，你家你自己妈白痴。你妈会看精华吗？你妈妈会看精华吗？你要妈妈进来。哦。我妈会突然突入，可是应该是不会看精华。哦。安全安全。感谢花。感谢发妈的超级留言，花妈花妈，感谢。找不到。可是他会，可是他会突然出现在聊天室。不过他现在今天那个五一放假、啊，他会出现在聊天室哦。他会出现在我聊天室，可是他五一放假，他不会偷看。哦、你他的你说不定是个借口哦，你确定？要不要看一下你的观众名单里面啊？对，不安全，他有小号吧？抬头看一下，搞不好他没开账号、啊。他小号也是我创给他的，他自己本号一眼就看得出来，很好认，很好认。他会的那个英文单字不多哦你是不是在臭你吗对啊没有啦好好笑老熟人了怎么臭真是的乱讲老熟人你都认识他十八年了真的十八年了，老熟了，老熟了，熟透了。不行，讲到熟透，我只会想到你之前传的那个梗图，巨人的梗图，好烦、啊。哦，你说这每个都好烦哦，每个都熟了。不清楚哦，那个是那、這个有点爆雷了哦。没有，是因为我没讲啊，我没讲是谁，但是我觉得很烦。这个可能要再过个二十年之后才可以像火影一样随便讲都没差的。十年？对，没有啊，因为二十年后的动画的话，如果说如果没有特别知道对方是有现在有想去追旧番的话，然后你就讲出来，然后他说爆雷的话，其实也就也没啥好说了，因为真的过太久了。对，对啊，就像之前黑羽节目讲说，哎，那个那个谁？对对对对对，可是那个就没办法，因为毕竟都太久了啊，黑羽也不知道在那个，那是什么装桶什么东西，你是爆雷了，无情爆雷，他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哇、哦，你很棒，快去抽卡，你好棒，大成功。你说奈久也很好了、真的。我在冲盾牌，冲盾牌。我在钓鱼。钱多了就冲盾牌了。没有，因为我想说别的先不要冲好，怕爆掉。哇哦！去抽卡了啦！不要。是在垫水位吗？可是你的盾牌没有钱的嘞。对。对。你可以重置它。重置它，它怎么样？等一下。然后就拿一些比盾牌更好的东西给他。上一个盾牌爆开之后，我就再也没做过盾牌。反正没在用，对不对？就还好啊，反正就死回来而已。我在野外苦工遇到觉得烦了。那个重置时去吸。好喝，好喝，这么大声吗？在摇啊，在摇啊，真的假的？在摇，在摇。哎呀，这也是游戏的音效，什么音效？为什么？我想说走后马蹄声，对，马蹄声。哎呀，好了，你在喝什么饮料？喝什么饮料？我喝什么饮料？喝什么？苹果红茶。啊。我要掉干了，能出的感觉。做好了，大家可以来抽奖了。好，原来你刚刚在做东西哦。我要做抽奖机。
请问抽一次多少？哦、看一下，一钻，一钻，很便宜啊！啊，一钻可能会换到几钻啊？哎、欸欸，我在里面太棒了，我可以去哪里？哎、欸，出来！一次一钻哦，很便宜耶！不要丢多个啊、哦，不要丢多个啊、哦，慢慢丢是不是？对，因为它里面还有同时要慢慢跑。哦，那我来抽个，抽一下，我身上没有带钱，欸、我刚好有一块钱，我先帮他试一下，看这个是不是黑心店家啊？我先帮他试啊，哦、好酷哦！啊、东西会啊，自己过去吸哦。对啊，这个我也要去看，好酷哦！我把这个挖完就去看。他还有防呆，你丢乱丢东西，他会吐到旁边的箱子。哦、好猛啊！好赞哎！好猛啊！在干嘛？对，哦、oh.。杰克不是在抽？哎、呀，我去拿钱呢、啊。等一下，对。好，那我就直接先丢一颗看看好了。一次只能丢一颗，不要丢多个，我吃钱哦。可以摇机台之类的。啊、哦！我帮你用量好了。可乐。我要去开心抽。我来了，我来了，一次一颗哦，一次丢一颗。嗯四颗绿宝石啊，铜矿啊！你是铜矿啊！哦哦哦哦哦！是是是，我有抽到东西。有有有有有！请问重置时那些可以跟当主换钱吗？你自己留着吧。哎，怎么那么扯？哎，运气很好哎，运气不错哎。要注意，它钻石灯熄掉，灯熄掉就没有东西了，不要再多丢哦。哎，丢钻石，我的钻石哎、欸！丢钻石得钻石，很赚你，有哎、欸，赚烂哎！我现在好像才花了七颗钻石哎、欸，但是我多拿好多东西哦、喔。我说你很扯呢，好扯哦！我站这样子好了，你很夸张哎！你直接吸到全金吗？你直接吸到全金石了？吸到全金石，老板这怎么办？老板？你自己回去丢代币给我，买回家自己丢啊！回家自己丢包啦！我帮你抓到 bug 有没有赚？其实我刚刚有注意到这个，我一直在试着要修，我修了半个小时，想说算了。哦，不用修啊，你就是外面再放一台切割机就好了。欸、对，好像也可以。你放一个那个转蛋回收的地方就好了。蛋壳回收，对，蛋壳回收，蛋壳回收。他那这样，他还要吐一颗钻石出来。你里面放了多少啊？诚实商店啊。目前这里面差不多才一组左右而已吧。哦。啊，有人捡到蛋壳。在测试而已。清台，清台，把清台。有人要清台了。我再抽个五抽奖一。有没有最大奖是什么？每个人都问最大奖，要问他记啊。最大奖不一样哎、欸。对。哦、嗯。这是人好、yeah, 换人哎、欸、我要抽十抽我要抽十抽我抽了三十抽我去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十抽啊还抽到灯暗呢、啊、抽到灯暗嘛对啊、里面刚好剩十抽啦哦哎、欸、好哎、欸欸、青苔有送什么吗没有有最保底吗有保底有没有 list 奖啊有没有 list 奖啊S 赏 S 赏 S 赏 S 五嘞PS5 我等下我去打个告示牌啊！啊，等下送你一个箱子，然后命名 PS5 是吧？中介箱啊，可能中介箱比较香一点。我想要倒安装，中介箱。我想要借贷，还行，月月借贷，借贷去转蛋吗？没有，我要充幸运。你要借多少？两组，我先看看两次会不会过。哇，以一组为单位了。我去拿，因为他一次要一组啊。后面好，我要去观摩一下。现在没有钱了，啊、你要观没有，本蛋没有了，你要观。没有，我要去观摩他能不能过。对。开戒，开戒。我要去拍他肩膀。不行。把运气拍掉是不是？拍坏了。拍拍拍。拍来啦！来呢！准备好了，好了，好了！哎、欸，都没过哎、欸！哇哇！15%哎，15%！好了，再借啦，再借啦！好，换跟杰克借。
有多少？两组一样。两组，我都先两组。哇，我要还债。借一下。负债生活就负债喽。对啊。有我两组。哦。这里。上次太爽了，这次要还债了。哎呦喂。我准备好了。哦，有了有了，谢谢。那我先还杰克20颗。好。哦，好，赚钱赚钱还债，赚钱赚钱。哎，还是我，还是你20颗先给我，我之后去抽，直接给我对吧？两组，这不好算。拿20颗去抽。不是啊，现在机台清空了呢，抽不到那么多钱好吗？你可以用重灯补货啦，用洗能石去跟他换呢、啊。这是谁做的假的紫水晶啊？假的紫水晶，八八八。在那个蜂巢前，那是开运的。我上次也有看到，想说，这个是，这是开运紫水晶。对，开运紫水晶。紫水晶，一八，好恐怖啊、哦！但是我的那个开运方位。哈啊！你开运方位四面八方哦。對對對你每面都有哎、欸，没有他招财啊，四面八方招过来啊。哦、我放的点位，你看我还放在你家旁边，所以你会把你的财吸走。好啊，哎、呀这样招你的财啊，招你的财。难怪刚刚失败前面好几次。哪有？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就要失败更多次。哦、你说要超越，超越入十万。他月入十万的天、啊，但有点危险。他只是拐了几个弯而已啦，最后还是会过的吧。下雨天，你钓鱼。你钓到丝绸的钓竿吗？不是丝绸，修补修补竿。有，我刚有钓到。有修补钓竿。直接省钱省起来，超爽的。好爽哦。爽的，开心。大会报告，现在防爆哦。哦，没错。哦，嗯、好，我来了。得，尾刀让我打一下。好啊。好。啊！啊！抱歉，打我快了。把他尾刀了，是不是？砍到我一下。不是这个甩炮是不是就是反正你只要贴着它够近就没差了？对啊，看你会不会躲。等下一波，我换个装。你要换装？嗯，他换幸运呢。对啊。剩一点血嘞，拿去。哦。我靠！我靠！你拿多少个？20个砖。哦，好多十个环，哇！你很猛哎、欸，哇！顶顶呢，刚好是最大哦，对顶，好猛哦。那这样分，这样，这一个人的，先，哎，从原本我刚刚，我刚刚想说我已经挖很，我刚刚有单打一只16个砖，我想已经很够多了，这个20个砖哎、欸，想说已经是顶了，哇，对，好扯哦。挖矿 meta 变成打王 meta 了，对啊，那王不会一直出啊？王其实原本设就是就这样子了，是那个幸运装有起来的话就会变成强。哦，好扯呢！原来是每一件都两排幸运了，不过就是要穿一下掉宝装，等一下。哦、那我一套幸运装其实也是很有用哎、欸。对，180颗哎、欸。很多欸，可以让你失败3次欸，可以冲3次64，然后快哭出来了。用现在是用失败去计算的吗？这单位也太负面了吧。啊，你在这里刚刚好。
啊，可是这里其实离我们两个家没有很远。可哦，可是这边还有很多东西没挖过哎。对，这就是那个啊，我们家后面那个紫金洞啊。哦，嗯，为什么一直跳杀怪？嗯那个安德，你刚刚去安德塔过吧？哦，有，嗯，刚好一阵子有经验。神秘的岩石，对。那你可能刚好离开那边，他们看他开始消失了。嗯，嗯，哦，哎呦，有了，先盖了仙人掌塔、甘蔗塔，还有西瓜塔、南瓜塔。哦，好多塔、啊、哦。那有罐头塔吗？不好吧？罐头塔是什么？就是拜拜的时候，上市的时候旁边那两堆、啊啊啊、有两座的罐头塔哦，罐头塔两座圣诞树，就维大利那个。对对对对对。希望未来他们可以摆牛奶花生给我。牛奶花生很好吃耶。不知道。那你再养一只白猫跟黄猫，一个叫牛奶，一个叫花生，要不要？牛奶芝麻花生哦，好棒、哦！现在是芝麻花生。他要做的是那个吧，猫罐头塔吧？对呀、啊，猫罐头塔，猫罐头。不用管我，记得让我猫吃饱一点。不是、啊，我今天才说，我一定是欠芝麻很多钱。你不是又要等三天？我今天。对呀、啊，我今天带他去，想说要拆线，然后结果下雨，然后就没办法骑车去，我就坐 Uber 带他去，然后结果那医生说，我们缝了四针，可是他最后一针还没有，就是还没有愈合得很好哦，啊，我们三天之后再回来哦。对啊，又要再等三天，三天过后是大晴天了。哦，是啊、哦，应该吧？希望我看这个礼拜都是下雨啊。真的假的？前几天很热，我觉得下雨也不错啊，好麻烦、哦。可是下雨不能骑车带他出去，很贵，要坐 Uber 哎、欸。出门下雨天要出门就麻烦了，好麻烦哎、哦欸，来回500块，贵死了。赔钱吗？赔钱吗？我偏要自己出门，才不会为了这样就坐 Uber 嘞。好久没吃花生牛奶了。对呀、啊，好吃耶。嗯，好吃。嗯嗯。现吃吗？太好吃了吧！太好吃了，那我只好再拿出这个东西。要咬一下。哦，又要咬了。好夸张、哦！猪血糕了哦。三色豆猪血糕哦。恶心。Yuck！ 对，幸运装水晶有用吗？没有，没有，打怪的才有用。做幸运稿有用。对。嗯。你吃什么？牛奶花生。哎呦，真的是牛奶花生，真的是牛奶花生，对啊，我真的冰箱有一罐啊。你脑子里。真的是童年回忆，这从以前很久以前就有这个了。对啊。啊，我们家里比较愿意给我吃的是八宝粥。啊，我昨天跟我的，我觉得两个差不多，在聊一个话题，就是你们知道，哎、欸，这样讲品评还没有，那可以讲出来了吗？直接讲了吗？对呀、啊，两个就是妞妞有一个，有很像八宝粥，但是不是八宝粥的东西，就是妞妞什么东西，很像它里面的东西都是那一颗一颗，很像水晶宝宝的东西，你们知道吗？这是什么？对。我去找一下，我昨天才在那边聊珍珠圆，对对对，珍珠的东西，对对对，那个你们有吃过吗？有有、啊，它就是不太确定，同一类的，就是以前小时候常吃的三个东西嘛，花生牛奶、八宝粥跟这个。嗯，没有，我好像没有吃过，没有吃过哎、欸，我贴个图，你就是很那个粉白包装，对。我贴，它整个就是很塑胶，还是很那种化学的东西。对，它就是糖水啊，对吧、啊？然后加一堆小、啊、奇怪的小珍珠。哦，我没有吃过这个哎，真的哦，妞珍珠圆、没有，没吃过。
但是我小时候也没有吃过八宝粥，就只有吃花生。没看过，我有看过，可是我应该有在超市看过它，可是没有买来吃。嗯，以前我我阿嬤家是开那个杂货店，所以就很多这种东西。嗯哼，那好吃吗？长大后不会再吃了。它其实八宝粥比较好吃。对对，是糖水。它吃起来蛮空虚的，因为它那个珍珠也没什么特别，就跟就是记忆中没什么特别的味道了。地瓜球很像，空虚、啊、空虚的地瓜球。没有，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它不能嚼、啊，不可以，啊、不可以玷污我的地瓜球。没吃过，嘿嘿，没吃过。这可以买来拍片了啊！童年回忆，没吃过的东西，童年回忆的，还真的没吃过。这是标题啊！我的童年没有这个东西，我没吃过的童年回忆。对对，那你有喝过那个吗？金金芦笋汁。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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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前的那个罐头，他不是趴下的吗？他自己外面不是一个妹妹吗？对啊，一开始是趴下的、啊，也是吧？现在不是，我记得他起来了、欸，换了，他站起来了，他是站着的、啊，他站起来了，他之前是趴在沙滩上，对对对对对。对吧、啊？然后后面还有阳伞还是什么？哎，那个太阳伞还是什么？但是现在就是海，就是海边，海边这样。他现在站起来了，没了，没了。他站起来了，我怎么没看到他站起来？记得他站起来。我看到现在都就是他现在还是趴着吗？芦笋。哦，他现在连站起来都没有了，他没了，被取代了。芦笋还是绑缎带的芦笋。他是没了。想说以前是一个妹妹在那边。对，这是拱桥还是怎样的姿势不是吗？就是趴着啊，就是屁股翘起来，一个么字形。对啊，对啊，哎、欸，真的没了哎、欸。哇，所以以前大家是为了看那个东西，然后应该不是吧？可是没有啊，可是我蛮喜欢喝的。嗯嗯，外婆家里都会有一箱，去就每次就拿来喝。对啊，啊，我都是喝那个沙沙鸭椰奶，椰奶，椰奶。那个好好喝、哦、我看到另外一个牌子的也太不妙了吧！我截图给你们看啊！我没有看过趴着的，什么？哎、欸，这好像哎、欸，这我看过，好像以前这我看过，我没有，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很像以前那种十块钱的打火机，还是槟榔盒上面的东西？哎，对对对。我们喝的是下面的这个，上面这看起来太不妙了吧？这个给工人喝的吧？一些坏坏的、坏坏的人给他乱上个什么像素模糊之类，就完蛋了。像素模糊哎，我觉得只有现在的人才会用像素模糊。对，好险以前那些都不发达。没有错。为什么会有这个姿势？我不知道，我觉得好笑。而且到底这跟芦笋有什么关系？很清凉，比较可能表示很多汁吧。很清凉，很多汁是什么？芦笋汁啊！哦，小雨，很多汁啊！怎么了？你的手在哪里呢？很多汁哦哦，小雨，还有姚雪，哎。没事啊，他们又看不到我在讨论哪一张。他们知道你是在讲哪一张啊。Google 一下就有了，有没有？对啊，你要跟他说你没有办法确定是哪一张、啊。你没有办法确定我讲的是哪一张。你要说想象我讲的是哪一张？你们想想，如果你们现在想象的那张根本就不是我说的那一张呢？到底是哪一张？这个不是我问题，是你们有问题了吧？对吧？就是你们乱来喽。你们没有办法证实。好好笑。嗯，天哪，钻石好少，难怪会爆装。
哪次不坏？哎呦，你这个。横扫之刃是不是很难刷、啊？不会啊，不会吧？还好吧。我刷了好几个三十人都没有。你要横扫之刃哦？没有，因为我想要做一把大家可以用的刀子。你说丢在中介哦？坎安德的，对对对对对。可是这刀不能一刀砍。你要是要帮他加攻击啊？对啊，这个过三张而已啊，勉强啊，先勉强用着，之后慢慢再慢慢做。可以的。嗯，哦，这个你们也知道，好猛哦！他们说，卢准之上的美女是民国五十年在国外海滩上老板拍的女生呢、欸。他跑去找那个吧？太这个对，豆知识。他这个是那个哎、欸，乱拍哎、欸，他会被他直接违反人家肖像权。没有，他违反人家肖像权。不是啊，五十那个时候肖像权还没有这么盛行。对啊，那个时候没有啦。我说如果是现在的话，不完蛋。他告到他倾家荡产。哎，真不知道那个模特当时在想什么。这个时候。你讲你讲，没事，我是讲干话，我是讲干话，还是其实是我们刚刚讲的上面那一张，也是救命，还是说如果这边被发现老板拍这张，然后他就会被告烂，因为因为他拍的角度怪怪的啊。民国五十年有这一张图，所以现在那个模特现在大概多少啊？十八岁，你是十八岁啦，加起就不知道了。五十年拍到这样的画质的，应该也不差哎、欸，不差、啊，像很好的相机，很好的相机、啊。对啊，时空旅人。哎呦，哎呦，啊拿现在的手机回去拍的。那要各位要有一台微波炉才可以时空穿梭。嗯，韩立，认真的。我回家，我回家了。哎，你苦力怕那边可不可以挖个洞砍？不是，我发现因为苦力怕它好像还是会自然消失，所以囤不了、欸。哎，囤不了啊，一定囤不了啊。嗯，我要时不时回去看一下。嗯，我还是在晚上的时候去外面打怪比较快。对啊，我也觉得。那你意思？我就找地洞直接砍比较快。嗯，那种超大的地洞。挖一个那个啊，就是超大的生存平台，对。李克，哎，听到没？听到了 ，Roger 呢？你要等下一次了吧？等啊等啊，东西，你要就陪你啊。差不多了。你可以回来砍一只苦力怕了、欸。这里还有一个紫金洞，哎，到处都有紫金洞。嗯嗯，这边有两个。哦，三条幸运，很幸运哦。两个趴数，哇，法法你，法法怎么了？啊，你很不幸哦。对你很不幸的哦。运气用完了，嗯，用完了，用完了，用完了。没运了。没运，没运。没啦。后继无力了。叮铃，爸爸在弄武器吗？啊，没有，我充卷。嗯，你是充武器的吗？对啊，他是想问你是不是充武器。你在制作你的新武器是不是？没有，我把剩下的卷全部抽完，充完。哦，不要浪费是不是？对啊，没有没有，他剩两充，我就把它充掉了。哦。给你充了五充，没有，我另外一个都充那个斧头。哦，那你斧头会很痛哎？没有哎、欸，斧头现在才加2而已，三卷加2，我抽70%的。哦，59%了，我要回去。嗯，黑咻，回去黑咻。
回去休。我是觉得粉团、哦、你很棒。没有啦，我回来就是你很勇，弄要还债，还休还债，还休还债，还休还债。哇，这也是我太棒了。这是肉体代偿的部分，没有、啊。你要还给谁？没有啊，你们想太多啦。想一下那个债主，吓死我了，没有啦。那个好害怕，过分吗？你是说？我是不懂了。你说他吓你，还是你吓他？都好可怕哦，不吓。互下好了，哎呦，互下哇，惨哦，是哎呦，是比划少的下吗？毕竟你们借来借去的，借来借去，好烦哦。看一下哦，哎、欸，我可以还一组、欸，这是互下互哎、欸，对吧、啊？互下，哎，还，还有谁在？好，这个先一组了，好不好？这个先一组来。有了，就允月还有一组，杰克还有两组，哇，嗯，还债人生，每个礼拜都很充实哎、欸，对啊，每个礼拜都超充实的，一直在还钱的道路上，没有才会有压力啊，轻松、人在压力中成长，轻松还债，没还的很轻松，轻松轻松高利贷，听起来很微妙，用冲突感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听起来很像高利贷真的会取的名字。真的，高利贷应该是取那个轻松借贷，他不会跟你讲，跟你讲轻松借贷，轻松贷款。哎呀，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子嘞。快回去啊！哎，我在这。有没有？我看到。等我来啊。好，下课。八，真的是爽的，简洁有力。好，下课。要开始怎么结束？我也去放东西。待会我不知道哎、欸，是淡薄爱困，可是又没有想睡。啊，我是小鱼，说今天有空，但是番茄今天没空。小鱼还在吗？还是Joko你也想玩？小鱼是真的，你想玩吗？下班没有啦，还没啊。二种装备变这样，哦，没修补。玩什么？抓鬼啊！可是番茄不在啊，等我一下哦，重新解释一下。嗯，